研发法的基点是设备一定强数，由高雄市政府推出的台港一百内地快通，今明年的同邱建筑成功好好利用的蛤蟆社每有一双台流推出，内容除了展示的高雄的特色产品，没有民众的了解，才提示才的应用方式。旗山的香蕉，美浓的黑芝麻，那马下的乌龙茶。以高雄菜地铁三十世纪的环游世界求强角同强走上创意饼品，唔但只系观音台热田手术的新品，连天一白色的台湾饼品秘史嘅爱惜程度因而咯。在我的国家，这个东西我们没有，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个饼，对，很好吃。在台湾第一次吃出来饼，我觉得真的很有趣。对，真的，然后也很好吃。这是我们那个夏天最幸福的享受。为了福音爱台高雄举办的2022台湾文博会同台湾设计展，高雄市文化局都推出台港一饼特展，除了设计高雄的创意饼店，也呈现菜地产业同文化的特色。这个也结合我们在地的气候文化还有我们的产业的意向，台湾随处可见的冰品，来导入创意的巧思，然后去介绍各种不一样的这个创意的冰品设计。另外，高雄市观光局也会办理冰品试吃感染法发通，加由民众推荐爱送热门餐点，同庙路和平店家也到台书机分析，再透过专业评审，选出做得代表高雄的前50项冰品。下届新闻陈文年高雄报道。